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丁桂珠，欢迎收看昆凌新闻。婚姻关系全台施行官严，甲官严发生率较悬的地区，因为要加强对施行官严的防治，同时也响应七月二八世界官严日，国际古顿社3523地区甲婚姻诊所协会来合作，共同举办了施行官严精读计划，除了宣导补助等等的措施，嘛关注了无线、八道、超音波以及用手关的超音波仪器，方便医生会当来看。云林县的吸肝的盛行率是偏高的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婚姻关系性肝炎的发生率为7.8%，比起全国平均的4.4%是各悬出真多。为此，国际呼伦社即摆也含卫生局、基层医疗诊所等单位来合作，共同来推动吸肝的精读计划。社会是一个整体的，那光有热心也没有用，光有行政能力也没有用。光有专业的医疗没有，它必须透过呼伦社的一个触媒的作用或者 binder 的作用，把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共同服务。在呼伦社还有这个卫生局的规划下面啊，就是还有这个基层诊所的这个诊所协会的这个努力，希望能够让比较不容易得到筛检治疗服务的民众，能够去除这些障碍。婚姻关贫穷的长辈较侪，因为距离问题，佮加上交通的无方便，长辈是常常袂来注意到，爱来进行检查。位处国际呼伦社3523地区，来捐赠一台无线腹部的超音波，业者林业达来捐赠到10台的手提式超音波。这捐赠的是一个无线的手持式的超音波机，因为一般传统的超音波机都是放在诊所。它不方便移动，而且一定要病人来到医院。那我们这次使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方法是，我们有捐赠一个无线的超音波机，它是可以让医师带着这部机器，我们直接到患者的家中，或者是比较偏远的，集中一个活动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一起使用。因为医疗的进步，新冠肝炎比成功治疗的记录已经达到将近100%。为此，国家也来定出将在2025年来消灭新型肝炎。离婚的观众也呼吁民众，会当主动接受检查，并来完成治疗。我们立善县长上任之后，积极的当一条线，去把所有的资源，不管人力、物力、精力，甚至我们的这些资源，能够整合在一起，用一个系统性的方式，然后我们来筛检。第二个的话，筛检之后要追踪，然后要治疗。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水准的话，80%是可以痊愈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怕大家不筛检，大家不检查。透过云林县政府、国际呼伦社以及各医疗诊所的共同合作，希望会当开始将新型冠状病毒来消灭，守护乡亲的健康安全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